啊，我们到印第安威尔斯了，看网球赛。把牌子拍一下。怎么哪里停车？现在关键是。啊，我们进到停车场了，好帅啊！停车场旁边就全是高山。在高山之下的停车场。好，竟然火了。好大一片车呀、啊！这只是一个 parking， 还旁边还有好几个 parking， 一望无际的车。在洛杉矶旁边办比赛，真的是生意会很好哎。好多天竺葵呀、啊！我们到了球场入口了。哇，这个门好漂亮啊 ！Welcome to Tennis Paradise。天哪，全是那个天竺葵上到墙上面哦，还有矮切流。哦，好看好看哦，还有薰衣草。洛杉矶的人气真的是好旺啊！今天还是资格赛，而且还是工作日，居然会这么多人包挤。之前我们去过纽约的网球赛、辛辛那提的网球赛、迈阿密的网球赛，相对来讲的话，辛辛那提网球赛是人最少的。我们过了安检，过了检票口，现在进来了。哇，天气好好啊，不冷不热，阳光明媚。这些场地已经开始打了，它11点开始，我们现在都已经快2点钟了，迟到了。哇，这个是 lockout 吧？这个玫瑰花。哇，前面这个天竺葵，这是个天竺葵主打的花园，太漂亮了，好好看。谁对吗？好夸张，这个外面有一个露天的可以看现场直播的地方，从早到晚都坐满了人，这些人跑到这里来看现场直播是几个意思啊？你买个门票进来不看，不到场地里面去看，跑到这里来看大屏幕，简直是不能理解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离开印第安威尔斯了，看了大半天的球非常的过瘾，下一站前往死亡谷。